2021年第一次在台湾跨年，所以要来这个永，永什么干吗？永春，好像是永春干公园，来这边看101的烟火。哇，但是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啊，有一点点雨啊，所以也看到这个很多的雾，是不是？还是雾？就是有雾啊，看得不清楚啊，一般都看得不太清楚。希望一会风大一点，然后就可以看清楚一点。快倒数了五九。閃緊啦！好多人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哦。还要倒数吗？要倒数。他这样叠上有没有倒？倒数。好，谢谢。哇！突然之后开始了，为什么没有倒数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数字在哪里啊？刚才没有啊？哇，完全看不到自己了，太黑了。我的女孩要亮亮棒棒的，然后怎么讲？哇！哇！啊，杨姐你个乖女。我拍不出最美的画面。哇！拍出来好像一堆白色。哇，现场看得到，但是拍出来好像火灾一样。真的很看，我看这边完全看不到。哇哇！真的，哦，这样比较好，好看到了，哇，哇，哦。耶，我已经不想拍了。新年快乐！哦，我这里有很多。